Gada <laughs> Hello，大家好，今天呢是一个有点不一样的一个关于器材的一个分享，就是我在标题写的一个 BOOX 文石的一些电子阅读器的我自己的一个使用体验。那么大家知道我要使用它、体验它的话呢，我就会买很多关于它的一个设备。那么其实我最近真的是最近，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订单，就最近我买了。 好几款文石的从小到大的一个阅读器，然后有正常的阅读器，还有十寸的一个阅读器，还买了高刷阅读器。那么到最后呢，我聊了 Tab 八、Tab 十，还有一个小的阅读器。那么今天呢，就到这里去跟大家去聊一下我自己关于电子阅读器的一个使用以及文石的。 这几台阅读器的我自己的一个使用体验，很多人可能会非常好奇，我自己是一个比较爱读书的人，好像从平常的 Vlog 视频中看不太出来。说实话，我自己觉得读书好像并没有什么要去跟大家去炫耀，而且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做的很多事情都很有功利性，比如说我读了一本书，我要去朋友圈去分享一下；我跑步跑了五公里，我也要去分享一下。我觉得我自己都开始变得有点浮躁了。 所以，我后来去开通了微信读书，然后在里面呢，我绝对不分享到朋友圈，也绝对不加任何好友，因为它有一个排名对比的一个这样一个榜单嘛。那你看到榜单，你会觉得别人比你读的多，或者别人比你读的少，你就会有不同的情绪。但这样的话呢，会让你觉得读书好像并不是很纯粹。所以我自己呢。 虽然读很多书，但是我都不愿意去分享出去，并不是说别人会跟我攀比怎么样，而是我觉得我自己看书的时候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种我是不是比别人读得多、比别人读得快的感觉。说实话，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或多或少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好像被时代赶着走。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如果要去分享我的读书，我也会改变我的初心。 所以，我真的是强迫自己不要去分享，强迫自己把自己禁锢在一个地方，去好好的体会读书的感觉。那我自己呢，也发现，随着这几年，就像我说的啊，人都会变浮躁。我好像读书也没有原来那么快，也没有原来那么好。至少我记得在四五年前，我读书，我会觉得，哎，我翻开了一本书，我就一直看，一直看。 看到完，然后觉得哎呀，好像很满足，或者说，嗯，这本书写的不够好，我总是会有一种回味的感觉。但说实话，虽然我很爱读书，但是这几年我还是读着读着，读了两章就觉得是不是应该刷一下手机。另外呢，我想说，读书这个爱好呢，也并不比其他的爱好更高级。我自己看书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是看什么哲学书、艺术书、文化书。说实话，我最喜欢看的。 相反，是一些小说、散文、游记。虽然游记看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还是会喜欢看一些让自己轻松的一些书籍。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读书这个爱好并不比其他的爱好更加高级。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强迫自己要读书呢？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其他爱好，比如说短视频、看微博、刷知乎，它都可以极大的。 在短时间内满足我的身体的这种对于快感的需要，因为你看一个东西很快你就刺激了，那么对于长时间的这种满足，你就会觉得非常难受。所以说实话，我也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感受到了一些刺激，感受到了一些快乐，但是每次这种快乐之后，我又觉得还是很空虚。那随着人生的增长，已经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了，我想，难道我从今？ 到死之前，这段生活都一定要让人像拿那个针一样的戳自己大脑里面快乐的那个地方，非常简单直接快乐的这种刺激吗？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还是不行，所以我还是要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如何与自我相处，如何回到那个纯真的自己去思索这个世界，去探索这个世界，去思考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读书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么在说文石之前，还是要聊聊我的几个阅读器。那么这是我买的文石的，应该是 l i a f 应该是叫 l i a f 吧？对，这个是 l i a f 二。然后最近呢，我就是在家里用它来读书。那么另外一款就是亚马逊的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总之这些型号我都完全不知道，就买就买最贵的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我买的也不是一手的。 因为亚马逊有个好处，就是很多人会买 Kindle，然后买电子书，但是他们自己几乎不阅读，所以我买这些都是买二手的。二手的 Kindle 好像都成为一个市场了。我是在淘宝上买的，就直接买二手，原价可能两千多，将近三千，这个一千块钱就可以买到。我大概有六七个 Kindle，因为我真的喜欢在不同的地方看书，又不喜欢去拿着 Kindle。 会在办公室买一台，然后在家里买一台。就像我说的，如果你买二手的话呢，它会非常的便宜。我记得我好多的 Kindle 都是三百块钱、四百块钱，所以二手的 Kindle 真的是非常划得来。如果亚马逊不退出中国的电子书市场的话，我会一直使用 Kindle。那么在这个 Kindle 上面呢，我看了这本书是什么，《心灵侦探》。 说实话，这本书并不是什么好书，我也觉得不好看。还有一个非常老的一个 Kindle 了，我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型号了，就是二三三四。总之，这些卖电器的厂商取名字都取得非常的奇怪。这是一本我觉得使用起来到现在为止最好用的 Kindle，但是它不更新这个型号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个样子了，非常薄，拿到手里呢也非常舒服。 它的本身的电池没有多大，但是如果说你用这个皮套的话，拿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的。这台 Kindle 呢，我大概使用了七八年，到现在这个电池完全撑不住，可能就看两三天它就没电了。但是这款 Kindle 我自己觉得它的手感是最好的。还有一个买墨水屏电子阅读器和墨水屏的工作 Pad 的一个原因，我真的觉得现在的电子产品名字怎么这么难念？ 总之，买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觉得身体确实好像也没有那么好了。最近呢，我的眼睛稍微有一点飞蚊症，就是看东西有东西在那里飞的感觉。我自己呢去查了一下，也就是说用眼太疲劳了呀，然后经常看这种很亮的屏幕，所以我觉得用墨水屏的话呢。 会至少保护下一下眼睛，毕竟所谓的三十岁前人找病，三十岁后病找人，年纪大了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OK，终于说到了文石的电子阅读器了。我自己最近真的是最近，对不对？买了这么多的电子阅读器，我的一个总结来说就是，如果你不嫌重的话呢，就直接买高刷的文石的电子阅读器就可以了。我自己会觉得。 高刷的电子阅读器其实使用体验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跟低刷的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体验好的感觉。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特别懒，所以不想就是在家里、在办公室、在各个地方去拿电子阅读器，所以我就买了多台。那么我在家里放的就是这样一个 Tab 十这样一个高刷的电子阅读器，或者说电子屏平板。 哎呀，感觉说起来很绕口。总之，如果你读书或者做一些笔记的话呢，那么我觉得高刷的墨水屏的文石的电子阅读器还是非常合适的。至于为什么把它放在家里，我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比较重，所以在家里使用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一款重量是可以忽略的。毕竟你只是在你的办公桌、在床头去使用，那么随便拿一拿，其实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那我自己呢，在办公室留的是一个高刷的 Tab 八，那么我觉得在办公室跟同事去讨论、去写草稿、去做笔记，高刷的 Tab 八是比较合适的，它不会这么的大。如果没有看大的 PDF 的需求的话，我觉得 Tab 八就非常合适。Tab 十会稍微重一点，所以在办公室我留的是 Tab 八，毕竟还要经常走动、写笔记、跟大家开会。那么 Tab 十呢，在家里读书。 自己去做一做读书阅读的笔记，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更不要说，如果你给它配了键盘的话，它拿起来就更重了。因为这个机身本身是比较重，但还是可以拿到手里的。如果你给它配一个键盘皮套，然后放在一起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点重。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在家里的时候，我也很少把它放在皮套里面去使用，我还是喜欢手拿着。 这样还是可以承受的。说了这么多，你问我购买意见的话呢？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是不会买彩色的那一款电子阅读器。虽然我的第一款就是买的彩色，那么我觉得我不会买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是我卖掉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屏幕不是这种白白的，会稍微带点那种绿色的感觉，其实看起来没有这种纯黑白的舒服。而我自己阅读的情况下。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不会看彩色的，所以呢，百分之九十五的情况下，我就是喜欢这种白白的、黑白的屏幕，所以我把它卖掉了。那么，如果你只是阅读的话呢，我觉得这样一款 Live 二，我觉得就很好。那如果你有做笔记的需求的话呢，我觉得 Tab 八、Tab 十都很好。我也买了 Note 二，应该是叫 Note 二还是 Note X 二，然后我就把它退了，是因为我觉得 Note 二。 和 Tab 十虽然中间差价一千块钱，但是 Note 二它的高刷这个体验确实没有 Tab 十那么好，所以如果你有做笔记、经常看漫画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买一个高刷的电子阅读器比较好。所以我最后留下的是在办公室用 Tab 八，在家里用 Tab 十，然后再买一个随身可以携带的旅行的一个电子阅读器，就是 Leaf 其他的呢，基本上我都是卖了或者退掉了。总之，这三款我觉得现在非常完美的匹配了我的需求，好吧？那废话也不多说了，大概就是聊这些。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的话呢，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那么我们今天的 vlog 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